大家好，我是张雷。刚才我妈炸了点猫爪菜，现在给我奶他们送去。猫爪菜啊。我不是说了吗？我们做，你不想，那什么呀？正好没啥事。咋那会儿火没了？有点配水就好。看看猫爪菜，猫爪，小花鸭那个是，这个是猫爪菜，是吧？这个是小花鸭，郑姨要有自信，你比我强多了，切的。我慢慢就学会了，刚才你奶奶还教我点火呢。是吗？怕我把灶坑点不着。你以前没点过吗？都二十来年都没摸灶坑了。时间太长了是吧？那知道原来他喝的土豆，那土豆细点切的，他也太细了。这个做啥，老婆？豆泡和木耳汤。豆泡和木耳还放着个肉吗？放，哎呀，关关住。乱做啊！盐。拿这种一个大盘子就小盘了。现在做土豆呗，白菜。它俩能炒一起炒吗？这有点炖的。土豆先炒一炒。我说这个快菜，这个有点炖一会儿。我怎么感觉这两个菜的步骤一样呢？那基本上差不多。都是这样炒的。就是时间把握的不一样。就倒了点水就等于呛汤了呗。就把肉炖一炖，那不是不爱烂吗？再把土豆条再把。过一会儿吧。一会儿放白菜、辣椒。开始下了这一大盆的菜，这赶上火大食堂了，我看人多呀今天。拿大的，这不是那东西。这个啊，我今天晚上看着都很好吃啊，反正就是农村饭儿，酱肉丝，是不是太好吃？我都是清酱的，添加里的一味叫幸福的佐料。你以前也这么做？那你今天吃的格外香。菜已经都做好了，看一下吧。Hello， 还是他懂事儿。后这是那回谁碰我一下，把人小弟都给烫了。最好使的，啊！各就各位啊！各就各位啊！谁一会儿联系大哥就给我啊！几号啊？对，东北人还不认得。不是，这小号叶这么长，掐叶了。撸下去，撸叶了。叶掐掉了呗。哎，那天谁说的？老戴说的吧？李浩炖鱼可好吃。好吃。吕浩炖鱼啊，他把吕浩那个搁底下，把鱼搁顶上。杆儿，但是那叫杆儿，跟那个炖白的一样。还没炖过呢，这玩意儿。那个可好吃了。俺搁包饺子。好吃。就这吕浩都，那个鱼都没人吃，全吃吕浩。对吧？
吃饭了。嗯，等一会儿能先吃吧。嗯，不用拿碗，不用碗。第二优。这个就是猫爪菜，也是蘸酱吃的。再来点鸡蛋酱，这个。焦老叔不吃了呢？吃饱了。咋吃饱了这么快？晚上少吃点，减肥嘛。开始减肥了。减肚子，主要是减肚子。好，我是大雷，今天视频就到这里。如果喜欢我的视频呢，记得点下关注，谢谢。